飘散的声音，多美妙啊！你骗我，我是片羽化身，没有我伊芙琳怎么可能觉醒？化身不出世，天空城怎么飞得起来？我已经把你的命格和白庭君呼唤，现在他才是片羽，你跟星流化身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白庭君怎么可能？他不知道他这样做，伊芙琳就会灰飞烟灭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为了片刻的欢愉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用不了多久，人鱼两族俱灭，兰州大地尸横遍野，我天涯子将成就万世之功。师父，我要让你看看谁才是能成就大事的人。你的师父早就知道你才是那个能成大事的人，早年间他就想把掌门之位传与你，可惜呀可惜，你被天机子蒙骗，跑到深山老林里躲了20年，你还真是耐得住寂寞。你放屁，20年，20年前还没你。这别过来。这什么？你是当真认不出我，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又不是宇环真，做不出这么精妙的东西。这正是你天机门的传位圣器云涛散。他是怎么到你手里的？说起来，我的皇叔封刃跟天机门也算有些渊源，临行前他把这个留给我做手中的保命符。别弄坏他。说出你的条件。很简单，放我出来。放了你，把他吃下去，我放你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你要吃了他，咱俩双赢；你要不吃，你陪我输这仗。叫催灵丸，它可以让你在瞬间升天。怎么样，是好东西吧？不过它还有些副作用。放开我。等等。想想的还不堪一击，没有双翼你什么都不是。师兄，20年了，云涛散终于回到我手里，回到我手里了。你师父的遗愿就是收拾你这个孽徒，他在云涛散里面写下了你的命门，脑后反骨。